所以这次的明星赛啊，其实这个主办单位还有赞助厂商啊，其实都这个帮忙很多了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希望把这次今年的明星赛呢办得热闹一些，当然也需要这个球迷的相挺啊。二局的上半来看一下，这个球转身之后传得太高了，打击的是小邓邓邓志伟，这边呢是打到三垒方向啊，当然其实在时间上面真的也是有点赶啊，我这个球啊传成了一个偏高爆传，接着漂亮，但是传没有传到位，我们看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啊，侧面接球以后的转身出手就高了，出手就高了那其实这个传一个